到的，闺女，快走啊。我会为我昨晚的事负责的。昨晚发生的事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不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但作为一个男人，我必须要说出我的感受。秦律师，我喜欢你。你刚刚说你喜欢我？真的去，感受到我喜欢了吗？我可能需要再确认一下。你的电话。我这儿呢，确实有个工作岗位，但是对你来说呢，那我觉得肯定是大材小用啊。你要是不愿意呢？我愿意。秦氏，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，这个案子以我们为主，你没什么事你赶紧给我走。本来呢，做律师又不是只是在漂亮的办公室里穿着整齐的套装，然后打打电话打打字这么简单啊。怎么了？你女朋友怎么了？你说呢？我不知道呀，我又不是你女朋友。加油吧，加油！嗨，哎，你找我？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合作啊？你呀，有钱赚吗？只要你够好，肯定有钱赚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被人投诉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被这投诉，你自己干了什么事情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